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好朋友商恩。今天我带来的是 Mora 新配装，打野的三姐说。最近比较多人问我呢 ，Mora 新配装、新奥义要怎么出？那这部影片就来教教大家吧。可爱又实用的上半贴图全新推出，这是全新的一组哦，实用系列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那右上角呢，可以注意我们出装以及 ROE。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套出装跟更新前的旧出装的差别。旧的出装呢是非常全面哦，有攻速，有伤害，有魔防，有韧性，可以应付大部分的各种状况。可是我们这套新的出装呢，在我们右上角这一套，爆发跟输出呢更加的高，整体的杀伤度呢大幅的提升哦。基本上呢，敌方后排英雄这一套是必死无疑，让莫拉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刺客。奥义部分呢，我们推荐大家觉醒精灵笼罩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攻速更加的快，而且还有一定的穿透。但觉醒还有一个好处呢，我们前期视野怪更加快，更加快速上四等哦，帮莫拉度过四等前的落四期。我们这次的开局方法呢，先把下路的三界怪吃干净，再来吃蓝区，这样子吃完呢，就可以刚好上四等。当然了，这个开局法呢，要避免敌方偷我们的蓝哦。建议大家跟队友沟通一下，发个信号，比如注意野区，或者再继续吃自己的蓝，继续发育哦。蓝 buff 刷新时间呢是1分钟30秒。这边龙王很警觉呢，他马上撤退。我们用这小野怪刷4层被动，一技能命中，普攻二技能大招，直接把龙王血量打残哦。那我们再用这个野怪来刷个被动。哦，这边龙王呢他有点失误了，被我们被动刷起来了，顺便把他击杀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对欧米伽可以获得不少的优势。这边我们最要敌方赵云再往上哦，给他一套。敌方克莱斯也开了大招，我们回到一技能原点躲过克莱斯的大招。老线稍微拉开，我们上前去补个二技能，救一救我们的欧米伽撤退。那这边我们利用这个古龙呢刷个大招上去，二技能大招先把敌方赵云收掉，顺利把他击杀。那这边要注意一下敌方龙猫，不要被他二技能晕到。那敌方撤退呢，我们就用大招来刷个小兵。这边注意一下我们的欧米伽哦，还在跟敌方龙猫纠缠。我们必胜进塔，我们直接上去普攻，把防御塔拆掉。拆掉之后呢，再回家吃我们自己的蓝。但这边我们还是要帮忙救一救我们的欧米伽，掩护他撤退，补个二技能大招。我们持续掩护我们队友撤退哦。敌方看到我在刷被动呢，应该不会敢靠近。
有一个劝退的效果。把这叫人吃掉，老顺便刷附近野怪。我们赵配装呢，刷野速度还是不慢的，可以说非常快。注意一下，我们屠人在偷敌方蓝，希望他不要加出人头，我们赶紧上前去帮忙。先利用小野怪刷个被动，然后切敌方后排，再刷敌方赵云，然后用普攻抓敌方裸儿。普攻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边打边走哦，毕竟我们一技能已经交了。快速把魔龙吃掉，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的大招还有吸血效果，因此撒旦之刃的收益非常的大。有可能呢，未来莫拉大招吸血被取消、我们再打这小野怪呢，它功能非常的多。如果敌方英雄在附近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，用来点我们的被动开大招。这边注意敌方的位置，我们先刷四层被动，然后
一套。如果之前有看我直播呢，就知道我测试了非常多套。那最后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上恩门，下次见，拜拜。